大家都知道槟城是个美食天堂，这次我们来槟城找美食。来到这里是 All Season Place， 这里的选择有很多，很多品牌的咖啡，我就选择了这间咖啡槟。这咖啡店的门把好特别，在红毛炒粿条附近的商店。今天这点生肉面，沙巴生肉面。来探店这间 Metro Coffee。